你好，我们来办这个生育证。你们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。这个是什么呀？你状况我大概了解了。你们第一个儿子韩小宝，我需要他的死亡证明。他是。你喝酒了？我儿子失踪六年，我们找了六年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我们没有你要的证明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了。因为只有你拿到了这个证明，我们才能给你开生育证。这几年我们在网上发了很多寻子通告，你可以上网查。不是这么个意思，兄弟啊。我儿没有死，我儿子还活着呢。那说活着呢，你凭什么让我们去给我儿子办一个死亡证明？我个人很同情你，但是规定就是规定。你别跟我来这套啊！什么叫规定就是规定？你拿规定这事儿，你把我打发走啊！我是一个纳税人，我不欠政府一分钱，我尽到了我自己应该尽的所有的责任。如果说你要是不作为的话，我可以上市政府告你，你明白吗？我们都是遵循制度办事，是公开透明的。你叫什么名？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，我告你去。要你们管个蛋用？我上这来，我办我出生证，你管我要什么死亡证明呢？我爱人现在已经怀孕了，你不给办出生证，你告我她生。